我是一个很热爱买精油的人，就是各种精油，然后各种精油做的身体油，然后我目前就是用到这一款，就是小野花暖暖的感觉的身体油，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我觉得比它更好用。我真的就是借由这一罐它的威力，因为它里面就是有生姜萃取，然后它的味道就是非常舒服，也是不是会那种很可怕的姜味，然后再加一些独特的精油去调配，然后里面也有排水配方，所以它其实整个人按完之后，其实我按一边的腿去比对，就是发现其实它整个有变小一寸，真的很明显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个温暖感再搭配就是按摩师的那个手技下去，我真的回家终于睡得很好，一觉到天亮。然后我觉得目前啦，就是我用过这么多款的身体精油，我真的觉得我回不去了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别的精油可以像这一罐做到这么舒服，然后味道好闻，然后就是可以让我好好睡觉跟把全身的酸痛全部排掉的一款精油，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大家。然后我觉得在泡澡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可以滴几滴在那个浴缸里面泡，就是其实泡完整个人也是会觉得很舒服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给人家按的话，其实你用泡澡其实也很可以。